From Belgium, did a good performance against Xu Xin recently. 也是直拍的一个爆发点，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过程，但是从他的过程，尤其在比赛中，应该是不太现实。 因为许昕他毕竟从许昕，包括像王皓这个反水也好啊，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讲范围要靠这个。他什么球都打不说，为什么叫大蟒？是吧？大蟒蛇，蟒蛇嘛，就是正手的大卷，他需要全面，就是该你提速的时候，你直拍你必须要提速。对，就是他能快也能慢，没错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看这种接发球里面。 你勒最多只能给把人给勒迷糊了，你不能说。咬的时候就得咬。Outstanding！ 你看，他从小学生了。就是那个味道不舒服，但是你看这球。小组赛中国队第四轮的比赛。 对捷克队，现在参赛，共参加的选手呢有670名，以一轮比赛来争夺1/2的这个位置。日本这个队伍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队伍。培养，你看，包括女子这个伊藤美诚，对，年纪现在才20，从那是真正一鸣惊人，打厉害了才行。这局正手的不会失误还是比较多的。 七岁，不知道什么国家的。应该是。估计他能够创一项世界纪录了。没错。年龄最小的才。要送他去，到一些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和地。Because of it, haven't seen that in some time. 这样，只要你输一场，确实对你奥运有着很大的影响。对，因为中国队怎么说呢？高水平的竞争，实现了他。道具，按照程序来，他没有什么三下五除，有那么一点点。得分啊，对吧？不是让你。 在静态多，你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你才会进去完全形成这种模式。好球，这球摆的非常好。Beautiful backhand。这球掉的。其实这两个接球接的都很好。Outstanding touch from down near the ground. Just put Konechny in the background. And there it is, match to Xu Xin, three straight games, but a strong